say to see how much difference what the MasterCard did today and how much I did today. It's very different. Okay, so you can compare. Alright, so, alright, next one is the Indian dancing.今天在这呢，我特别有个纪念。在41年的时候，我在这个台子上表演的《三路跑船》，那是99体育节，那当时的台北市还属于省政府台北市，啊。
还不是原先是那个四十一年我在这表演的，那是就是我在过去上开始的一个段，一个起头。今天呢，四十一年到现在，这么一些年了，我由于过去的身份站到这个台子上，啊，虽然是我不能表演，可是我这一个历史性质对我很有意义，啊，这是第一段。今儿我很高兴，高兴是那做什么呢？孔老夫子在《论语》上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凡是学的东西啊，你要常常复习它，常常练习。不亦乐乎啊！你练的时候啊，要心情愉快啊。第二句话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各位都看着外国的朋友、外国的同学到这里来，是欧洲、南美洲、美洲啊，几大洲的人来，所以这个意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我很高兴啊，这是孔老夫子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呢，人不日而不云，不亦君子乎。我在台湾，我在建国中学从四十五年开始被那聘日去教国学，所以我在建国中学教到79年，啊，以后是等于80到81年，我才从建国中学退下，啊，可是那会儿呢，我不是建国中学的志愿员工啊，我在后面那会儿是国防部的一个小兵啊，好，那么可是一个小兵，那说就是凭着我的军事本事，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我们退出联合国来，是民国60年，在总统府前面教1000个学生一个国粹节目，我教建章1000个同学跟着音乐练的《满江红》，剑不要喊口令，放出那个音乐来，这1000个同学都练。那会儿当时这个摄影机还不发达，可是照片有，现在有那个照片，这是我在台湾发展建国中学淡江大学，那会叫淡江文理学院，台北医学院，现在改成医大学啊，还有名传上专夜间部，这是我在台湾活动的教的地方，所以我没有教社会的青年，我没有啊，所以大家不知道我有我这个名字，或者知道名字呢，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啊，所以人不日而不云，不亦乐乎，所以人也不知道我，我也很高兴，我也没有哭到啊，所以这个孔老夫子这三句话今天又给我身上是完成了。
那么这个外送的功劳呢，是美国的要军民不舍啊，还有这个台北的李明堂是经理副经理，我不知道啊，我不谈他，不谈他的职位，可是他们呢在这里领着发展，所以我今天也正式宣布，我今年虽然是90岁，我从今年起退休，退出国去了。才那么外国呢，有样不是带着张力的国大洲发展，那么台北市呢，有李明堂同学领着发展，这就是我对这个很大的感想，也很大的快乐啊！谢谢各位啊！诸位来宾，来帮一同庆祝老师李茂庆老师的90岁大寿，还有我要谢谢那个各位前辈，还有各位老师所带来的学生来为我们的表演，还有很多老前辈是武林界的老前辈在座，也谢谢你们过来，然后很久没有见到这位老前辈。我现在带了学生，我一共带了36位外国的学生过来，所以你们看到的是他们有空的时候跟我学的，其中有几位是跟我在山上学的，我带几位学生到山上去学来去教啊，所以如果学生教的不好就打屁股了，很简单嘛哈。现在那个李老师现在所表演的大部分是李老师传下来的，里面有加一些是太极拳，是高陶老师，我高陶老师他是我太极拳老师，他也在做，那么有一些是我白鹤拳老师，因为我跟3个老师学拳，所以你看里面有些拳术是3个混在一起的。
经40多岁了。对歌里面着重的是距离，弓手要越近越好，可是拿棍的呢是拿到棍端是最好，所以他两个练习的就是练习距离的问题。你们所看到的是我将中国的武术带到国外去，然后他们要找到有兴趣的人练才可以，他们有兴趣的人练，他们比中国人还肯练，所以如果没有兴趣就没办法，你求他也没办法。老师要不要讲？再来是
李老师有 几幅他的书法，他想讲这个给大家看。这个以他的年纪来讲，这不简单，八十几岁就开始写这些东西，他现在90岁了。除了练武术以外，也要练气，要一定要静，然后字的大小都一样，然后劲道一样，就是气练武术练气的一个功夫。功夫不光是刚刚老师讲的这些拳脚的方面，也包含你在文的方面，所以文武合一才是真正练武术最主要的。我们请老师稍微讲一下。各位朋友，刚才的大家在上面蹦啊跳啊扭啊打啊，或是没看着，虽然是干身练武，或是呢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气功啊，气功是从怎么样练啊，这个大家反正有的很清楚，有的就不会相信。我这个字，这是我82年开始的，啊，82年开始商务，就是我81年退休就没事了，我就上爬五指山，爬回来了，正好一个商务吃了午饭，下午我就提笔写字就看你这个气顺不顺，假如说你气顺了，写的字就会一样大，就会要，假如说你气不顺了，你这个毛笔啊拿起来或者一粗一细一歪一斜啊。所以我今天就是说练武的人不刚会一拳一个，坐下还会提起笔来修炼自己，这就叫自修啊！啊，希望各位看着参考一下，谢谢。刚刚老师所说的是气功里面的调身、调息、调心、调气、调神这五个，你没有这五个来写字的话，写出来的字就是。真是漂亮，谢谢。Awesome. It really felt like some Portuguese thing we have. It's called entremeada. It's also pork meat. It's just,
almost melted in the mouth. It was amazing. Just little pieces. Awesome. When I put the first piece in my mouth, I was like, oh snap, we're about to eat some good meal. No, it was awesome. Good. Indian food is the best. High five. Yeah, we take a break. Jonathan's bike tire, then he has to go back. So he, we wait for him. See, Michelle, nice t-shirt. Yes. So good. I'm going to sell them. I sell them from Chile. Oh. The last international summer camp, South America, Cordoba. Still rolling. Ricardo.
Oh,
golden winter, as the rain and fever, and the skies are not cloudy all day. Home, home of the rain, where the deer and the antelope play, where seldom is winter, as the rain and fever, and the skies are not cloudy all day. Bravo! Money, money! They're from Chile. I don't know if I Chile song. No, no, don't mind. But if you play one, I'll try to follow. I play blues. Finish reading me the story, George. I'm very interested. You only got to hear. Keep going. Why would a three bears live in the forest? We went out on a walk while their porridge was cooling down. There was a mama bear, a papa bear, and a baby bear. Someone knows this one? Joe. Hey. Thank Enrico. Obrigado.
So...